有气球拆下来的木头。父亲不能冲动，我已被迫卸甲，如果您再有什么闪失，正中徐老贼的奸计啊。徐太监目的明确，就是要铲除异己。东林党派起造毒手，马兴也被打入大牢，江淮四镇内讧连连，廖将军居然也。侯将军，家父昨日遇刺受伤，请大人过去，有急事相商。